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，今天要分享的是游戏联动预购特点、领取方法及领取期限。Hello， 我是芝芝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影片开始前，想要持续关注芝芝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芝芝，加入我的频道会员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钻石珍珠特点，拥有钻石珍珠的存档记录，游戏通关过后，可以在村内接达克莱伊的调查任务。服装组合则是在加入银河队后，即可到衣铺领取，目前并无领取期限。剑盾特点，拥有剑盾的存档记录，游戏通关过后，可以在村内接谢米的调查任务。服装组合则是在加入银河队后，即可到衣铺领取，目前并无领取期限。皮衣特点，拥有 Let's Go 皮衣的存档记录，在加入银河队后，即可到衣铺领取皮衣面具，目前并无领取期限。咒狐面具，和服组合卡地狗喜翠形态，需在游戏中的神秘礼物领取，领取期限都是2022年5月9号，而神秘礼物需在加入银河队队员后，队员星级提升至一星才可领取，并且需要有上网功能，但没有 NSO 会员也可以领取哟。下载版限定30个沉重球序号，也是在神秘礼物中透过序号密语接收，输入你购买数位版后 eShop 寄到你信箱中的序号，就可以兑换领取，兑换期限为2022年5月9号。这些游戏特点都建议大家越早领取越好。想要持续关注芝芝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芝芝，加入我的频道会员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